这是录像的，有什么要讲？录像啊，就可以讲话的。我没什么要讲。没什么要讲啊，你呢？你也没什么要讲。我们要拍他们录影，录影的，对啊。这个是老大，他已经六年级了。哦。然后是老二，三年级，然后这个。 来，蔡班，老三，跟志远，好脏哦。对啊，他就玩。嗯，我打脏哦，我没有去玩啊。很快哦。我们的孙医师交代我多拍一些录影。我们都没有准备。无所谓啊，就拍一些家庭的片段。